在荃灣有女人過馬路被私家車撞傷，涉事的私家車停在路邊，車頭燈和車身輕微撞凹。事發在下午三點多，駕私家車沿著宜陂鎮路行駛，當轉入同和街時撞到一個過馬路的女人，傷者手腳受傷，由救護車送院治理，警方正調查意外原因。